将帅无能害死兵，做老板要给予我们方向，不是说让你们大家随便写东西，绝对不要提早叫，提前叫就是说还可以改，还可以改。老板通常头脑很空，只会挑剔。中午为什么都订鸡腿便当嘞？没有其他好吃嘞吗？就最在意你每天订什么便当给他吃。11点热炒店。